今日嘅介紹衛城啊。呢個係我對康城嘅譯名衛城。你見到基本上好多棟大廈棟埋一齊，人口密度係相當高。但係呢度咧有個好處，全部都係私樓，有大型商場，有海濱，仲有鐵路，方便程度夠嘅。只不過裡面諗起都逼啊！呢啲就行過嚟。近嘅，成個日出康城總共有13期，呢個係 season pay 係12期，總數就1985伙，預計嘅收樓日期係2025年嘅6月。但係佢會所幾靚。今日嚟到發展商淨係開咗一個示範單位啫，就係兩房。實質上佢總共係做咗三個示範單位，包括一房、兩房同埋三房嘅。啊，成多人，睇張高豪嘅盤，摸下。453尺兩房，開放式廚房，哇！一字型廚房我唔中意。白色櫃面嘅金木，哇！好靚喎呢個，咩嚟㗎呢個？啊，雪櫃，然後一字型，然後有個台，然後有個籃。这个我很喜欢，这个挺 OK 的。居然是明火的。哎，一个长型厅 ,3.3 米高。feel 不到 3.3 米高。这个户型我只是喜欢它的露台，然后它是用拖门。OK, 这个透气位。好多發展商都唔封埋個頂，係露台係堅得。睡火，喐到嘅花灑，個位置幾 OK 嘅。咦，然後有個呢、這個喐到嘅呢、這個。Oh no！主入火，佢呢度都争个衣柜位，成个示范单位都好有韦德风嘅特色。你估下佢开咩价钱？